如果我们的民众球迷要带着国旗到现场为我们的球队啊在国家代表队来加油，我们全力的支持，欢迎。这一次整个 WBC 就是棒球世界的经典赛啊，是一个国际众所瞩目的。那么主办单位在过去决议是以这个奥会模式来办理，但是因为主场就在我们台湾，那尤其是我们非常多热情的球迷观众都希望能够有机会进场为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来加油。那教育部也跟主协办单位来协调说明那个如果我们的民众球迷要带着国旗到现场为我们的球队啊在国家代表队来加油，我们全力的支持欢迎，也希望大家共同来为我们中华队做最大的加油。今天10:30的时候，有人要到教育部门口抗议，他们想表达说台湾不是中华台北，不知道部长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以过往我们在国际重要的赛会，那这个所谓奥会的模式啊，它其实是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时间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我们在国际竞赛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我们的选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现这个竞技的这个机会。那我想以国际奥会的模式，我们也有用这个奥会的这个旗帜啊来作为一个代表哦。这个我想已经行之多年。那么如果以这一次世界棒球的经典赛，我们希望既然已经确定以这样的模式，但是呢我们绝对支持也欢迎鼓励我们的国人一起为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来加油。